再说你今天整这么庄重干嘛呀？哪里庄重啊？我就是想跟你坦白一件事。啊，坦白局啊？说吧，犯什么错了？怎么犯什么错呀？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想谈恋爱了。你想谈恋爱你就谈呗，你跟我说什么呢？这一天真，不会是跟我吧？我家里那个汤啊，就是都炖了，就是煤气没关，我回去关个煤气。我家门没关，万一丢东西咋整？是不是？你丢东西啊？对呀。最值钱的就这个手机。再说了，你丢啥我赔你。我可能来电话了，我接个电话。你这手机怎么这么老了还在用啊？这不是最近找到单不景气吗？行，拿去吧。这台 iPhone 13是我在得物上买的，上面的热门数码产品挺全的，还有专业人员鉴别，很靠谱。评论区领取新人优惠更划算呢、哦。来吧，谈谈吧。我呢，有车有房。要是不靠我父母的话呀，我还有个小超市，月入几个 W。所以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就是你不用再去卖炸串那么辛苦了。我觉得我卖炸串挺好，我挺自由的，咱说呀啊！你来吧，走。这，我现在呢是想跟你谈恋爱，我以后是想跟你结婚，你出个人就行，我不跟你要彩礼。还有上次你爸妈给我的那张卡，我想给他俩买点啥。他还喜欢啥呀？哎呦，开心不开心？买什么买呀？你一天净想买东西。真惯着这些，想跟你温柔一点吧？你说你还不吃软？得了，我自己给他俩打电话去。收费吧，你俩花多少钱雇的啊？啊？